智慧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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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我被辣死了！不要玩这个 ！I don't fucking care！ 排除你的杂念，滚下去来抓你！智慧球会干嘛？干你全家！下一个步骤，升级，想疯狂碰五，想办法拿到霍格。接下来，打电话给中华电信换一个比较好的网路。不用吧，不用这回合吧。三三卖了，换上面两只都没有变强啊。下一回要升了，下一回再说吧。有换二一，三块三块钱的还是比较强的。反正你也不急着这回做啊，这回做跟下回做是一样的，后面做才不一样。我的滑鼠显示没电了，赶快先把电接上。待会我们就要做很累人的事情了。待会我们一回合要买200只怪了。哦，智慧球有一个是古夫，趁胜追击呀、啊！不要，胜率真不低呢、啊。只有那个圣盾撞队才能不扣血，其他都是。只要你不轻言放弃。变得更强。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。我刚该碰吗？不碰吧，碰四干啥呢？碰四就腿而已啊。现在游戏目标搞一只腿，搞现在游戏任务就是搞一只腿，搞一只霍格，游戏就结束了，真的结束。智慧球腿霍格比赛结束，说我下一回就把智慧球刷出来，然后拼出传说这样。相当不错，干飞刀手，草你妈飞刀手！干你妈的飞刀手搞我，我要搞死你！遇到一些小挫折，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再买三只，我需要留碰问一下自己。碰你妹夫。这个我就收下。
好了，下一回合使命碰霍格。他的自动刷新那一次会给你有效的吗？就是如果他那个旅店开的那一次会给你有效的吗？我支持你，但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哎，谢大哥啊，谢大哥。我对大哥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靠塞，就靠塞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我操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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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哦，爱情来得太快啊！第一把就这个了，那先把一个人点成15吧。啊，同区可以配什么？先想一下，先想一下，先想一下，先想一下。啊啊哦！爱情来得太快，不是？你打这个吧，如果是倒转的话。现在抓甩棍没用吧？拿加15吧，15点这个啊强多了，对吧？最无奈，为了正义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不点24要卖，24才不会跟我们赔到游戏结束。这玩意儿可以，这玩意儿可以刷倒转啊，这玩意儿可以打到游戏结束吧？这玩意儿两天后就没了。那、啊、上面还要留什么？都不留了吧？找霍格，碰霍格吧。我这里还有碰啊，我有能力啊，我是能力者。哎呀，向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。不动，我在想办法留同学，同学也可以啊。海盗刷同学也是用得到。我觉得你应该会赢啊。哦，干，他有练等，灰了，干，只要带颗练等，只要带颗练功，我这样子都要送他练功了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太带颗练功了吧？哇，好痛哦！12、13、12，那还一条命还可以。你回来了。最近过得还好吗？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你的手下。碰这个吧。霍格，输了5块钱，或者是原初雨电风暴，你有头绪啊？我也不太喜欢人家。5块？这是换来的金币。哎呦！哦哦，好好好，认得了，认得了。有可能出复制，所以我先把东西拿了。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看你妈，同区碰了。雇佣一个手下。哦，我能力按过了。怎么一回合不能按两次呢？干加错了，逃避。为了正义，我个人认为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脆回家。我支持你，但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干，胜率太低了吧？哦，他吞一个继承。打他同居，打他同居，不要打那个，那不是同居。截一个，截一个。
看怎么打，明明拿了个智慧球，却把把都要死了呢？哎呀，没关系了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挫折，这正是你想要的。发现什么秘密？有五块钱。我会给你一个好价格。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。这是什么？全传说？没有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全传说？也是球哎，靠背，那我是不是死了？这个是这一颗是加六加六嘛？如果不买这个的话，啊，我是能力者，但我要爆了。祝你旗开得胜，朋友。哎，还好。没事，就打左边也活了，因为他三十，我三十血。想飞上天，和太阳肩并肩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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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埋葬尸骨，迷失过往。全圣盾哦，我可以把它合起来就有圣盾了。哎，我可以把这跟这个合起来，我就有一个不嘲讽圣盾。我好兴奋啊！还是拿这个，哎，没有啊，这个就会给他圣盾啦。那先拿这个就好，下回再点吧。拿这个就好了，我觉得，因为点还会少一只啊，点床上会少一格。然后这个待会再拿。我们先，妈，这个要打这个，要打腿欸。哦，不行欸，那我两回合都要各合一次欸。想飞上天，和太阳肩并肩。还有机会赢回来。嗯，胜利优势。哦，我剩一个愿望了，我要把愿望用在谁身上？我希望初恋不是个秃头。他们打死他。继续保
下去。哦，应该先按，不对不对，碰碰这个比较难，还是碰这个比较难？哇，楚天，你这个问题问到人类心灵里了。我不行了，大哥，大哥，我。还有鱼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想一下，生活好难哦、啊。点那个三四吗？我觉得随缘碰了，顺谁流谁都是命了。那个我就收下，那个我就收下。还是优势，怎么这么优势？去你妈头去！搁这给我卡 bug 呢？哦，因为他这个没有攻击力，然后我这个三十几可以全收。去你妈头去！搁这给我卡 bug。继续保持下去。不是，我已经不知道我刷了几碰了，但是我没有那个。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哎，碰了。不是，来个霍格可以吗？霍格 ，OK， 霍。嗯，啥碰？可以这样，大哥，这游戏没别的。解毒解毒，兄弟解毒解毒，不是你解不了。这其实也可以，看哪个有缘吧。
加个毛线，人家本来就有圣盾。孩子，给你我的血液。别加了，别加了，卡德加呢？你他妈终于有一天做好事了，天哪！要来比一场吗？要来比一场吗？我讨厌锻炼腿，我讨厌锻炼腿。我见识过真正的中年之色。那个干什么呢？要来比一场吗？你翻到了，现在你遥遥领先。啊，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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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6.6%。啊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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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跟谁盘？去哪盘呢？怎么检讨呢？这一把？再选最久的傻逼。